是陈露。这个喜剧领导 is coming 啊，今天再给大家简单的讲两句啊。小周刚刚的表现还是很棒的啊，掌声送给小周。但是有点抢领导的风头啊，太炸了，算了，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啊。我是一个山东人啊，这个我们大家对于当领导有着天然的向往。小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玩过家家，六个小孩，我们有三个爸爸三个妈妈，没有人当儿子，当然三个爸爸还有一个正爸爸两个富爸爸。当时我就是一个富爸爸，我太渴望当正爸爸，我跟他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当上正爸爸呀？他说你不要着急，小朋友，以后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，我现在4岁，等我干到60岁我就退了。而且自从当上领导之后呢，我爸真的开始对我的脱口秀表演提建议了。他说你作为领导，你讲话节奏太快了，你说话一定要慢，要等，不管你讲了什么玩意儿，你只要等，一定能等来掌声。还是我的爸爸好啊。这个当领导以后呢，其实我身边的脱口秀演员们都特别的尊重我，对我很客气，尤其是很多新人啊，跟我说啊，陈哥怎么能在脱口秀大会取得好成绩啊？这时候老人就跳出来帮我说话，说你们怎么说话呢？能不能问点陈哥会的？新人也很委屈，问啥？陈哥会的也不多。这个我确实在节目里上次说了，我在上海的公司当领导了，哇，那个老家就传开了，但是越传越邪乎。传着传着成了我在上海当领导了。亲戚们出去都是哇，我大侄子是上海的领导，提他好使。我爸妈也不跟亲戚们解释，你看他们不信谣，不传谣，也不辟谣。而且这些亲戚们还问我爸说，你儿子这个喜剧领导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干部？我爸说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职级，反正他的工作吧，就是每天给人到处讲话，而且听他讲话还得给钱。然后亲戚们说啊，他还收钱呢，那你儿子这领导估计当不了多久。听说我在这个上海当领导之后呢，老家真的有人托我办事儿了，就是有人，就我的亲戚跟我说，哎呀，孩子考交大差2分，你认不认识交大的人，能不能给我办了？我说交大的人我倒是认识啊，但庞博能不能办我就不知道了。估计已经辍学了啊。这个我当上领导之后呢，我爸妈是心态变化最大的，他们天天在盼着有人给我送礼，都半年了都没有人来，他们都着急了，说我爸说就没有人求你办事吗？怎么连个送礼的都没有？为了让他们放心，我只好给自己买了礼物，求同事送给我。而且我去同事那里我还得准备2份礼物，我跟同事说，这份是我送给你父母的，这份是你送给我父母的。因为我老是送礼，导致同事的父母都特别喜欢我，还问我，哎呀，你在公司是个什么官呀？我说我是父母官啊。这个公司真的，我现在真的是领导，公司还给我配了一个司机啊。对，但我经常忘了我有一个司机，就是有时候司机送我去一个地方开会，我开完会自己打车就回家了，留下司机在那里苦苦等待，等到半夜司机给我打电话说，陈哥你在哪呢？我突然想起来，哦对啊，我有一个司机啊，这怎么办啊？我只好说，等等我，我还有半小时开完会，我赶紧自己打车回去。这个自从公司给我配了司机以后啊，我的打车费是成倍的增加。当然作为喜剧领导，其实我在公司也不敢有脾气，因为大家知道我管的这些人对吧，很可能一上完节目一下就比我红了，你说我刚骂完人家，人家就拿大王了，我就很尴尬是吧，大王都是领导不好，我也没想到你也能有今天。所以每次脱口秀大会刚录完是我脾气最大的时候，因为距离下一个大王还有1年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脾气就越来越小，然后脱口秀大会录制期间我的脾气就变得无比的随和，我甚至都忍不住恭维起来了，而且他们都很纳闷说，哎呀，领导你怎么老是拍我们的马屁呢？然后有人说，没有啊，他没有拍过我的马屁啊。废话，你都淘汰了，谁要拍你的马屁？
最后呢，今天是跟秋瑞比嘛，小秋啊，这个我今天也没有啥压力，对吧？赢了就是领导好啊，输了就是领导的好。当然了，我还是希望小秋好好的发挥啊，发挥出最好的水平，恰到好处的输给我啊，因为我再也不想拍他的马屁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程璐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程璐。哇，也新人也太厉害了哇！就大家对脱口秀演员也不要有误解啊，脱口秀演员也有枯燥的一面啊。然后，太难了哇！这新人太厉害了。没事，我现在已经是领导了啊。我隆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，我不仅是公司的首席编剧，而且我还要管理这些演员和编剧，所以我是真正的领导。所以下面我就简单的讲两句啊。这个希望我们这个比赛赛出风格，赛出水平啊！哇，陈哥很好今天。好，已经两灯了，我的结束了啊，没有。领导两灯已经很不错了，这个确实有点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就喜剧和领导这两个词就很尴尬，尤其是我们公司全是喜剧演员，他天天讽刺领导，对吧？自从我上任之后，哎，上任啊，上，自从我上任之后，他们就天天讽刺我说什么啊，这喜剧跑得快，全靠大头带啊，这个确实带的还可以啊，带的还可以。这个确实，这个脱口秀演员和领导这两个词之间就有天然的矛盾，对吧？脱口秀演员，大家想一下，一般就是聪明的穷鬼，公司的领导，有钱的傻子。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，我才不要为了钱当傻子。但是老板把一堆钱摊在我面前说，傻了吧。对，好，这个其实我答应做领导啊，其实是想打入领导的内部，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傻。加入之后我发现，哎，这不大家都挺棒的吗？就当了领导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的智商直线下降，就每天都在下降，哇，我都感觉我自己的智商快扛不住了，再傻下去就得当董事长。哎，我怎么把这句话说出来呢？董事长在这看呢，没关系，他听不懂啊。这个当领导去做卧底，我还是发现了公司的很多的秘密啊，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公司不让说谐音梗，对吧？谐音梗扣钱。其实是因为谐音梗太简单了，要留给领导讲。我当领导第一天太爽了，真的，我说了一天的谐音梗，没人管得了我，全是让人笑不出来的大烂梗，哇，可把我的下属们笑坏了。当然当领导还是有些不适应的，就是原来不当领导的时候，开会我是时间就很随性的，我就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，当了领导之后我就不能这么随意了，我必须最后一个去，我万一早到了我还得躲起来，有时候还会遇到多好的董事长。就是而且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适应，因为我每次老是准时到，为了提醒我自己，我还在我的办公桌上刻了一个晚字。当然这个当领导还要做年终总结，对吧？还要写什么述职报告，其实就是大家一块吹牛。哎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吹，是第一年当领导嘛，我就在我的 PPT 上瞎写了2021年要实现三个翻一番，2021年要实现笑点翻一番，脱口秀大王总量翻一番。但我讲的时候发现我只写了两个，没办法，我只好说 PPT 翻一番。大家听出当领导之后的梗就是这样，不要要求太高啊。而且当领导之后还是有好处的，就是我的家人特别开心，因为我是一个山东人，他们再也不催我考公务员了。但是他们只高兴了没几天就开始催我说，儿子，按你现在这个级别，你什么时候能当上领校员啊？是不是等李诞退了就轮到你了？我说不可能，我说他比我年龄还小呢。我爸说没事儿，
李诞虽然年龄小，但他身体差。所以我现在天天陪李诞喝酒，就怕他身体突然好起来。最后呢，我想说，其实当领导，当喜剧领导、脱口秀的领导还是很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培养了很多的新人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而且他们都很尊重我，过年的时候还给我送礼，跟我说，哎，明年的脱口大会陈哥一定要罩着我。我说没问题，你只要记住一点，脱口大会 PK 的时候千万不要选我，陈哥给你跪下了。所以当领导很不容易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程璐，谢谢。